大家早上好，上午好，中午好，下午好，晚上好，我是大文西啊。可以看到是一群大哥，他们急急忙忙的是要搞啥子哦？主角拿起两个锤子，哎呦是鬼子！主角飞了起来，一锤子打掉鬼子的枪耳。哇，我有点懵逼啊，那么随意就开干了没？好的，那边主角的队友拿起大刀疯狂挥舞。哎，文西，我啷个今天不对劲儿啊？啷个嘛？哦，想起来了，今天鬼子啷个不拿枪啊？哎呀，你们那些人真的是，平常鬼子拿起枪又喷他不开枪，于是导演今天专门安排鬼子不拿枪，那不就合理了呗？哎呀，鬼子不就可以转身当沙包了呗？导演为了合理的取悦我们已经很努力了，好不好？你们就不要要求太高了嘛。好的，奇侠们各显神通，各种长枪和大刀简直让人眼花缭乱。周围的鬼子今天没有枪，所以没得法，只能被锤翻。说起他们有枪就不得遭锤一样。你是一把个杠精呗？特别是我们的主角一手双锤，死得出神入化，一锤、两锤、三锤、四锤，每一锤带走一个敌人。哎，没有错，他就是那个用红缨枪怒杀鬼子的奇侠。今天他要向我们证明十八般武艺他样样精通啊！今天就是要锤翻所有瓜皮，锤屁股、锤飞、再锤肚儿，依然锤飞。哇，鬼子用板凳没有问题，直接锤死就着数。他左手事业，右手家庭，他热情不好意思啊，重新来。他左手锤子，右手锤子，热情大方，洗涤鬼子人头。耶，鬼子那是啥子招数？他们想用桌子控住我们的奇侠，早料的马被控住了，还以不要让我们能赢啊！哎，鬼子把我们的奇侠控住，好像在舞圈圈，起个啥子作用？我也不晓得，我们的旗下有点慌。玩个锤子，直接一个王八之力震飞敌人。Amber Leaderboard 接到其他一个发力甩出锤子，正中敌人肚儿 double kill。哇，那边博士有点慌，想要跑路，跑得脱妈老婆十八一板凳，正中瓜皮。旗下一个闪现跟上，哎，啥子意思？你都那个要人了，你确定需要人质呗？你直接把他们全部锤死不就可以了呗？你非那事情，你是要干啥子？哦，气氛气氛，导演要求的历经艰难的气氛。哎，我一想还是很有道理的，我们来看齐家哪个脱险，他一脚抓飞宝石，这我闯你妈个鬼，那就直接走了哇！我是大伟奇，如果喜欢我的报道，请关注我，拜拜。